Pants for luck. This is up. Hi, I'm Peng. Today we're going to meet a young man who's the co-founder of an AI company, SenseTime. That's Chiheng. SenseTime gained its recognition by, among other things, being able to match or even beat the likes of Google and Facebook with its innovations. And it holds the record of the biggest haul of the startup funding raised, as well as being one of the highest valued AI company in the world.就自己场上的运动员都是你们公司的吗？对，我们有时候也会约其他公司来踢足球赛，一般约的也是科技类的公司。那为什么你们就只踢足球不打篮球？打篮球很容易伤到手，伤到手就第二天没有办法工作了。因为崴了脚还能上班。其实我更早以前还会去参加一些机器人足球比赛，就不一定是自己踢。因为毕业了，所以就没有继续在做机器人足球，没有这样的条件了。原来在做机器人足球的时候，做的也是摄像头去识别球场、识别球。那现在也做的事情也是用计算机视觉做一些真正能落地的给我们带来价值的一些应用。我们可以一起去清华里头先转转，也给你讲讲以前在学校做的一些事情。好早的选择，谢谢。还有原来的保安分辨是不是学生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看你骑的自行车像不像是你自己的，如果是租的，那基本上都是来参观的。我是参加了奥林匹克的新英学竞赛，然后保送的清华。但是没有参加过高考，会不会有点遗憾？我也没有参加过中考呀。你为什么都会被保送？主要还是因为学竞赛。那现在就是很多学校都很提倡小孩子去学一些奥赛啊。我觉得倒不是为了竞赛而竞赛，而是真的自己能把这样的一些东西应用到你想把它应用的场景。你能找到这样的场景以后，你会激发他对于学新的东西的兴趣。像我后来就从数学物理的竞赛变成了计算机的竞赛，因为我觉得它很有意思。大三的暑假就有机会跑到香港中文大学的多媒体实验室，一毕业能够跟着汤教授的实验室一起，我们去做这种技术的转化，就真的把它用起来，让它产生价值。做你的妹妹是不是压力很大？但我记得比较深刻的是，我在他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给他做了一个小程序，让他不停地去算100以内的加减法。好惨。后来他到现在数学都没学好。哇，好热，好烫啊，出了一点汗。你们那儿烫吗？烫啊。来几个特写。什么？原来喝的都是绿豆冰沙。走吧，走。需要喝奶茶吗？就是你很有少年感。少年感，对，就是派吧，反正就是很珍贵的，可能回到学校才会有这种感觉吧。我就放这了，好好喝。之前有过知乎上的讨论，还是说连清华北大的毕业生都要为了学区房去奋斗一辈子的话，那上清华北大的意义到底在哪呢？我觉得上学也好，或者做什么样的事情，其实最终都是还要实现自己的一个方向和目标吧，不能是别人给你设定好的一条路线，说你就应该做这件事儿，就应该做那件事儿。你最喜欢周杰伦哪张专辑？我并没有买过他的专辑，绿钻是我唯一为他充的东西。你爱喝奶茶是因为周杰伦爱喝奶茶吗？那必须是的。你有没有什么校园时代的失败爱情故事分享一下？那个时候可能觉得并没有那么重要，但发现离开以后就机会就少了。估计本科时候那几个绯闻女友要在评论，你说为什么我们的爱情？也可能是故事的最后说了拜拜。稍等一下，我再打个东西上去。我这啥？贝斯。弹贝斯没有弹主音吉他那么吸引人吧，但是也可以站在台上呀。需要跟大家站在一起。小鹏是哪个？我吗？对，猜了。我们应该等会去
颜值机那看一下。啊，我不想看。那个好准的，我不想看。真的吗？真的。这就是我的工位。我招呼吗？这个就是颜值机，可以站着再试一下。有试过吗？他在识别完以后，会根据你的年龄、性别，然后给你推一些特定的商品。OK。然后来看一下我。哇，你好准！真的掏一个，你可以看一下这里，这是一个危险的行为。说中国人他愿意就是为了便捷，然后他愿意放弃一部分隐私，就你怎么看这个？那我们其实做的更像是一个工具，我们的这个工具就像互联网一样，今天互联网会拉到你家，而不代表说它一定会带来泄露啊。其实那部分更多的还是一个权限和大家授权的一个机制问题。还有就是说你们这个公司比较学院派是什么意思？比较学院派，这是从哪儿听说的？我在网上。公司其实非常的扁平化，没有那么多等级。对，是的。好的，谢谢。还不是很熟啊，这办公室。因为我们刚搬过来三个星期，之前我们的办公室是在科技大厦的四栋楼。嗯。每栋楼有两层不相邻的办公室，跑来跑去特别费劲。哇、哦，好多人啊！你们有多少员工啊？真的有3000多人啊。那其实相当于2014年开始的话，现在也才5年。是的，我们快的时候一个月可能入职的人就会有100个人。我再回到办公室去看到的小伙伴不一定都认识了。哦，对，所以发展的也很快。我觉得有一个事儿我还是蛮喜欢的，就是我会站到守门员边上，然后就是每次死球以后我去开球，我会觉得就是把球开出去带来一个后面大家去不停的去抢，然后看到哎我们的伙伴们冲上去这样一个过程，我其实还是蛮享受的。来来来，我们喝个杯吧。辛苦辛苦。好的。今天这球你也在啊。哇，你球踢得不错。是吗？哇，快点，不然要吃撑了。那你们现在就是朋友当中同学当中创业的多吗？还蛮多的。都做的方便，都做什么知道？有大量好大的过程，因为现在也说不上百团大战了。我在这里头，我相信做真正在做事情或者在做一些尝试，今年在做。你们有在期待上市吗？上市大家会聊啊，但是最近好像也聊比较少。为什么？不管是上不上市，然后我们一定要把上市这些东西做好之后，然后来造福整个社会。哇！啊，我差点都信了。你是怎么说服你老婆，然后你来到上海？这话过不去了。因为我之前做的是做应用开发会比较多，就是你在手机上看到很多好玩的游戏啊，好玩的应用的话，然后有可能是我做出来的。我们其实主要做一些真正有价值的，对，帮助解决一些这种社会性的这种问题。因为我妈妈也有小孩了嘛，有了小孩的话，然后未来会知道哦，爸爸原来是做这一件事情的，我就会觉得啊，我还是挺骄傲的。所以现在实现了吗？你觉得？哎。Most people regard AI as technology, but I reckon it's a mindset, one we can use for exploring the world, redefining the way we live, and paving the path to an exciting future.